疫情防控的形势啊依然非常严峻。我们封了有多少天了？麦总，我们在家待了多少天了？来，阿拉封了多少天了？现在怎么还不解封呀？现在隔离还要隔离几天啊？怎么了？麦总，我们在家待了多少天了？快一个月了吧，三周多。三周多了，想回学校吗？想，非常想。为啥呢？就是想跟同学们联系一下，然后呢，自己这个日记也有素材。那每天就是上网课，上网课，上课下课做作业，上课下课做作业，也没什么太多的意思了。那你在学校里还不是上课下课做作业，上课下课做作业吗？至少可以跟同学们聊天和玩耍呀，这是无比快乐的。爸爸进来呀！爸爸，爸爸，爸爸陪我玩，爸爸陪我玩呀。你们这周的作业是什么啊？清明节活动，观看清明节的来历，了解和认识清明节，线上扫墓活动。好，那你要线上扫墓。居家赏春，从家里的阳台拍一张小区的风景照。让爸爸和妈妈一起回答。你想问什么呢？你是想问吃的东西？有个破烂帽子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然后你，那他们是去买那个破烂包子，还是买那个很好的？有选择嘛，就不一样了呀。哎，就是这种，我也能选择到，我也能买到，那当然是挑好的了，可以挑选。物资不充分的情况下，就是要你来搞啊，有的车买好嘞，对吧？买东西不方便，对，老早子就老便当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就是只能有什么买什么，以前是。想要什么买什么，想要什么买什么，现在就有什么你就买什么。今天中午吃什么呀？就炒青菜呀，家里还有一点萝卜。肉还有吗？肉还有一点，不多了。之前要吃一锅寿司一天，今早夜到一千八的了。慢的。啊。现在出不去啊。哎，出不去嘛。你想我啦？想你了呀！哟呵，你今天在家干嘛呀？我在家无聊呀，怎么着？起来烧烧饭，吃，爸爸是蘸了凉的青藤。天天憋在家里出不去，憋死了我告诉你。不能出去，不是订了6号的探病吗？配药，现在他们医院给我发了停诊通知，取消了。那没必要怎么办？我网上看看呀，他反正能吃到9号。我家一个住客，那个一个男的，那个小家伙更好，家里锅碗瓢盆、油盐酱醋都得有的，但那个泡面全都吃完了。那没办法，我说那只能是这样，因为客厅有几包泡面，我就给他了。我说今天吃的话，我说我家烧什么，我就给你盛点饭过来。就反正有什么菜就给他接一点过去嘛，好了。态度更彻底的措施，更迅速的行动，应检尽检，应收尽收，应格尽格，应治尽治。蔬菜有两个问题，你看着量很多，第一个是撑不了几天，第二个是你看着很多，一炒就一碗，一大包菜一炒就一碗。这颗今天下完面的蔬菜梗，它中间不是长出花来了吗？所以我把它也种上了，看看行不行。而且这根葱我感觉它是长了一点出来的。原来是平的，它现在已经长了一个小头出来。你还种了什么？小葱。我看到说不能用自来水，自来水里面没有矿物质，我就倒了一点农夫山泉。
希望千岛湖的水能让它茁壮成长。这个大葱长得比较慢，不知道行不行，小葱应该还可以，小葱我估计再长个三天就能吃一波了。那我们家其实存粮挺多。你拉倒吧，这是因为我已经连续四五天，然后每天起那么早，然后起来抢，你知道有抢有多难吗？不然我们都自己在种葱啊、芹菜啊、生豆芽呀、啊，连盐都自己生下了，知道吧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吃的盐都是用海带生的。这干嘛弄的？对啊，在那晒着呢，阳台上。我怀疑他是参加过《荒野求生》的。真的，我现在才意识到我是这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。我只喜欢吃面，不喜欢吃米。如果有西红柿，我就终于可以吃一碗西红柿鸡蛋面了。我们小区有个义乌换物的群。怎么换？我愿意用三块牛排加一袋鸡翅根去换一袋面。有人想用一根大萝卜和一根黄瓜换两个西红柿，还有人想用250克的男士清扬洗发水换一点米和面粉，还有用苏打水换尿不湿的，还有一个想用一年的儿童文学想换小说，有人用盐、洗衣液、洗发水要换面粉、生抽、零度可乐、猪肉和土豆。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游戏机借出去让他用几天，然后换点面。那不行，我每天都要用。Hello， 你们小区有羊吗？我们小区天天都有羊啊，每天都有，每天都上榜。我快憋疯了，真的。谁不是呢？说好的七天、两天、14天，黎明前就是黑暗。那天我姥爷也在问我，我姥爷每天要看新闻的，问我有没有事儿。我说没事，我能咋说？我能说你给我寄个西红柿来吧？西红柿来了吗？怎么来的？麦德龙。它里面有几个西红柿？哇，我今天晚上可以吃西红柿鸡蛋面了。哦妈呀，盼了20天。你最近在宿舍这两天干嘛呢？主要是在准备毕业论文，然后把论文再修改一下，然后准备毕业答辩，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线上实习。最近状态还挺好的，作息也挺规律。然后那不影响你们这批毕业吧？不影响的。3月份毕业的已经在线上答辩了，然后6月份的应该可以正常在线下答辩。疫情防控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的松劲。我的工作就是在手机上回复各种信息啊，各种联系啊，对接呀、啊、我就是像居委会大妈管社区居民一样管学生啊。我没那学生又没饭吃了，又没水果了，又没抽纸了，又没水了，那就不要给他们安排了，又要给他们搞核酸检测了、抗原检测了，还要收集各种结果了。而且我们学生住在不同的地方，有住在校内的，有自己住房的，有在闵行的，有在学校的，有在另一个学生公寓的。那我这要每天统计很多信息的，还要跟踪学生的核酸结果嘞。有的学生又上课了，有的学生又没起床了，有的学生又睡得晚了。妈呀！然后还有正常的工作，又要评奖了、评优了，还要给他们搞各种就业讲座了，巴拉巴拉的事情也很多的，好不啦？那你人才培养你能停止吗？现在24小时在家，24小时都要工作。我反倒觉得你比原来更忙。对啊。爸，我问你，你现在最想、最最最最最最想做的是什么？你说这要是没有疫情的话，我们现在至少今天没课对吧，也没有什么网课啥的，至少可以出去搞个野餐啊啥的。对，
踏个青什么的，江边骑个自行车啥的。对，然后春天也没来了。人家是疫情，他只能街上想吃啥的。去哪儿？去看公交车。那你呢？我想先收到我所有之前买的快递包裹。现在觉得自由特别重要，能自由的吃、行走、玩，去你想去的地方。等到这个疫情过去之后，我也感谢就是老百姓，每一个听话的老百姓。你们辛苦了，我在家要安心啊。好的。好好的，管住自己的脚，不要随便随便乱跑。慢慢来，熬吧，熬吧，熬吧。哦，坚持就是胜利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对，嗯。